人接送歌有爱吃，酒爱酒。今年25岁的法烈青年农民林一祖，他就有做亚个持持好友的本点。他对18岁时自家创立的真茶油的品牌，是连带新人类得到三项国际品鉴大奖，同时还可以通过认证的国际品油师。佢喺用佢啲花莲嘅油茶生意动作，前途发展咯。大鹏波涛带大家来看佢嘅故事。摸摸看，它如果是干的，它就会脆脆的。多次甲乌克兰自家建设加工湿地图，今年25岁嘅林志洲，越南为实习涂改高温，老乡是透过嘅叉子拍照，过程中占有高丽嗲条尝试，差不多会用几日，是为到做出嗲条金黄条光嘅富茶油。虽然寒冬后生，不过林义洲陆先生做油茶生意有7年嘞，不但享有国际品油师的证照，佮油和炼奶实验都在国际严谨机构所颁给世界美食比赛之中得到大奖。当我获奖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它不只仅仅是我个人就是一个成就，而是对苦茶油的就是大家对苦茶油一个认知认同的感觉。法莲总有茶树界历史长久，不过也是一起到最近近年内，常有青年农民开始来接受，由法天建管理，国家强行销之后，常展现出行客多的竞争力。其实油茶的话，它是地产地销，那我觉得建立农家的这个信用，还有就是分享，其实是很重要的。杨可是中的时间哈，5年了哈，莫讲一格格必打，先老鼠会先撞墙，好，先故意来。花莲界富茶油产业大部分是从林业酒安用界小农生产茶，为打出自家的品牌比莫昂贵，还会面临联合动作加界名路购物诈骗，为用个加强行销，然后用小经营彩提品牌，变做花莲油茶行向六级产业化的考验。通路是每个生产者最想要的东西。因为当我把我的品质做好了，那最需要的就是通路的这一块。有些小农的部分哦，他有自己的品牌啊，我们也会透过计划的方式来改善他的包装设计。农民界大饼，一名石提凤也做得做出世界级的好油，还靠发电界新流金，还有奶条上上，做得为提凤农产业带来很多新机会。下个新闻，汪小琪发电报道。